然后这是我们今天退药的药品，等一下我们要进行退药的流程。我们这个退药的话，里面会放入药品的条码标签，然后再将这张小 memo 纸钉在那个药袋的上缘，然后进行退药补药前要确认包装上要有两个药师章，还有今天的日期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来进行退药的部分。首先我们来进行补药作业，补药作业需要有两个药师，补药药师还有配对药师。接着是药品，药品倒入药盒里，然后再将药品放入柜子，就会闪绿灯，表示补药的位置是正确的。接着是下一个药盒，正确的，这样就完成了。